现在2米半的油炸机现在开始试机，看到操作顺序，这是我们的电控箱，然后打开电控箱，合上开关，好，然后打开机停，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个温度，上面的这个温度是我们实际先试的温度，然后下面这一个就是我们设定的温度哈。然后第一个是燃烧机，打开燃烧机，现在呢燃烧机一会儿马上要着火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循环泵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网带，然后开一下网带，变频器开始工作，然后我们网带开始运行，网带开始运行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循环泵啊，现在打开那个循环泵，好，现在看一下我们那个循环水箱开始工作，就是我们现在正开始工作，然后这是真空滤油的，然后我们打开真空滤油的开关，下来开始循环油，这个油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管道，然后循环到我们这个油炸机，循环油炸机。这个是调节那个风门，调节风门大小。现在燃烧机，大部分燃烧机已经开始燃烧，燃烧机开始燃烧，然后整个的滤油泵开始工作，循环油泵也开始工作，可以说一切是正常的。看一下我们那个电源线，看一下我们电源线。我们第一个呢，就最后一个是我们那个网带的电机，然后是这个温控，燃烧机，